你咧係好專注於舞台嗰位嘅參賽朋友咧，可能真係目不轉睛咁望住佢哋，睇下佢哋啲咩突破啊，有啲咩驚喜啊等等噶嘛。尤其是係評判啦、啊。對，那不知道接下來這一位是我們最後一位的參賽者。係啊，不經不覺嚟到最後一位咯。對，他的表現能不能讓大家目不轉睛的看着他呢？我對於佢嘅名字都好特別下㗎嚇。什麼名字？嚇咩名啊？他的名字叫蕭萌。蕭萌。咁啊，嚟自呢首歌咧，就頭先講咗啦，叫《目不轉睛》。目不轉睛，有請。俾啲掌聲啊！哦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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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正在看着你，看着你。你丢的爱正在看你，等待你认领，请别再看手机，看手机装不在意。哦，你的余光飘向新的去向，飘向你的。我看你，我知道你已经注意到你的位置正在向我这边，这边无敌高。嘿，翘起二郎腿想让我仔细瞧，承认脑海中的想法已经开始没料到。等我感叹这几根胶，很好想跟你大声说句今天好，热又害怕就先不着，这特别想告诉你我唱 rap 时你会说 rap 特别吸引我，能想象你在舞台上特别吸引我，把我当成我自己我眼中的苹果，马上开始跟你分享我成长的经过。你说你也在美国留学，住在洛杉矶，喜欢地方跟我一样早早 manage me， 这样我说我们对着世界有过相同的意义，快来跟我一起享受一年四季。正在看着你目不转睛，你丢的爱正在看你，等待你认领，请别再看手机，看手机装不在意。哦，你的余光飘向新的去向，飘向你。看看时间，错着快三分钟，灯在发亮，没熄灭，人还多。突然发现，光头变之前的一定是十米外的你开始对我想念了 ，baby baby， 想把你搂进怀里，把你心里的喜怒哀乐都代替。Yeah， 别对我产生怀疑，别断定我出租的要把你就这样亲亲，亲吻你的脸颊，用我的眼睛观察你的变化。Yeah。注意我善意的挣扎，怎么还没收到我主持的标识编码？你起身，新的这场地震已经开始，想象你独特的体温，看着我转身，打开落地门，留我在原地，一脸疑问。好啦，咁我哋喺时候咧就交俾咧就系评审咧就系睇佢哋有啲咩意见俾佢哋咯噃，俾啲掌声俾啊！陈小峰先生先啦，陈先生有请。各位选手啊，大家好。我听了十三号郭玉龙啊，郭玉龙唱的《哥哥》啊，非常棒，这个歌非常有难度，真的。音那个节拍啊都不错，剩下其他就是有一点点啊，就这个台风啊，就是有稍微有一点点啊不足的地方啊，再有就是十四号选手，十四号选手也是就是感情这块啊还是没放开没到位啊，再也是台风这块稍微差一点，好像有点拘谨紧张的那种感觉。十五号也比较不错，他特别新颖，这个歌选的非常好。我挺喜欢十五号，谢谢啊。好。咁啊，跟住又請顏星，係我哋台長啦。嗱，呢一組咧就著數啊，每一個人都講下嘅嚇，吸啲經驗，吸啲秘笈。郭玉龍，你唱得非常之好，你感情非常之好，亦都好感人。唯一要注意嘅咧就係嗰個音準啊，同埋咬字方面。陳老師講得啱，你啲台風都仲係爭啲。揀錯耳啊！廣東話識唔識聽啊？都得。其實呢首歌處理得唔錯噶啦，咁但係咧就覺得唔自然咯。你嘅感情投入係要有改善、有進步空間，同埋咧你喺舞台上邊咧
嗱，我哋係比賽，唔係唱卡拉 OK， 所以喺舞台上邊每一個動作、每一個表現咧都好緊要噶。你突然間喺中段音樂過門嘅時候，而你由呢度行咗去嗰度，點解要行去嗰度咧？唔知道，我都唔知道你點解。咁所以你要每一個動作，你要諗下，我點解要做呢個動作？我點解要行過去？我係想表達啲乜嘢？好傷心啊！但你唔係喎，你好輕鬆咁就行咗過去啦喎、啊。好，肖猛 ，rap 不容易 ，rap 很容易啊！呢、這個拍子就啦，很容易呢、這個音準也不準啦，也很容易呢、這個咬字也咬得不清楚。但是你每一樣都做得不錯，很好，謝謝你來。好，再请林耀祥先生。好，我们有请林耀祥先生。三位你们好啊，十三号，你的歌很难唱的这首歌，但是你很投入，很投入，唱得很好，蛮好的，感情也很好，音准也蛮好。十四号，你的歌，我觉得感觉好重要啊。咁你覺得你呢首歌啱唱或者未必你揀呢首歌或者未必啱你唱，但你都唱得係唔錯嘅。咁但係你要注意一下你嘅音準同埋你嘅走位咯。啊，你唱歌一定要面對你嘅觀眾噶嘛，係咪？咁十五號咧，我覺得你真係好 enjoy 緊你嗰、那個呢一首歌咯。你唱得好輕鬆，我好中意你嗰個表演。每一個字都好清楚咁樣俾我哋聽到。Very good， 多謝曬，多謝曬，謝謝三位評審。咁我哋十五位嘅參賽者已經齊集喺呢個嘅台上啦。好，我們的名單已經在林友樂的手上。等，你抽生死大權啦！我抽生死大權啊！啊 ，OK， 好驚我都。好，我們叫到名字的，我們先。我哋一次過俾啲掌聲俾十五位嘅參賽者。全部的表演都非常精彩，謝謝，謝謝你們。好啦，其實喺我手頭上咧有1、2、3、4、5、5、6位嘅朋友啊，有六位嘅朋友。因為咧，大會評判話俾我聽，今日有兩位嘅朋友係同分啊。哦，因為有兩位嘅朋友是同分，所以咧就有咧就係多咗一位嘅參賽者能夠進入準決賽嘅。總共會有六位嘅參賽者進入我們的準決賽。好，咁大家俾啲掌聲睇下第一位係邊一位咯，好唔好？好，叫到你們的名字，請上前一步。排名不分先后，排名不分先后，第一位，噔噔噔噔，点解你要讲大话？为什么你要说谎？十二号，杨启恩，杨启新，来，有请站在那边，第一位的入围的名单。恭喜恭喜啊！第二位，呢位嘅朋友咧个造型好好啊。啊？造型好，满分噶，造型系满分造型。刚刚是哪一位？大鱼陈迪轩，陈迪轩，我们的汉服小美女啦。好，第三位女仔定男仔咧？你估？该来个男生吧，好不好？男生啊，啊，等我睇下先啊，五号赵萌玉。我们五号的参赛者赵萌玉，恭喜恭喜，恭喜恭喜。跟住男生定女生啊？女生。女生啊，俾个男生你先啦、啊。也好。郭玉龙。郭玉龙演唱的歌就是哥哥。还有两位。仲有两位。好难选啊！你哋选男生定女生啊？俾啲声气我先。男生还是女生？女生啊。女生啊。成李桂贤啦、啊。啊。八号胡凡。八号胡凡，黑色柳丁，恭喜恭喜！好，最后一位了，我好紧张啊！最后一位啦，大家实力都那么强，吓，大家实力都咁犀利，咁点咧？你觉得应该系边位咧？男仔定女仔咧？吓，你觉得男仔女仔咧？哎呀，我唔知啊，好难啊！你心仪系边个啊？咁我作为一个女仔，我梗系想俾阿妹妹啦。你想俾妹妹啊？系啊。但是呢作為一位的評判呢通常都喜歡一些好像夾住人、啊、目不轉睛那樣。他喜歡目不轉睛的難道就是15號蕭猛，15號蕭猛是我們最後一位入圍的參賽者。
咁啊，呢五位朋友咧，六位朋友咧，就係得到最高分嘅六位朋友啦，亦都有機會咧係直情係入咗我哋今次嘅準決賽咯，係咪？進直接進入我們嘅準決賽。係啦，咁啊，再一次咧，俾啲掌聲俾六位嘅參賽者能夠成功地進入準決賽。但你哋咧，其他朋友唔好氣餒啊，因為咧，我哋都有復活賽，同埋咧最緊要咧就係正如我同阿於婷講啦，只要你上我哋嘅 Sino Superstar Facebook 就點擊嘅話咧，就可以咧就係即係最多 like 嘅朋友咧，亦都有機會進入我哋嘅準決賽。沒錯，如果你覺得我們今天沒有入選的啊參賽者的話，也值得進入我們的準決賽，麻煩你們到我們的臉書專頁上面去給他們點贊。冇錯啦，嗱今日咧好多謝大家嚟臨金皇大酒樓咧參加。同埋一齊咧欣賞咧咁精彩嘅表演，俾啲掌聲金皇大酒樓好唔好啊？大家多謝。咁喺嘅時候咧，我哋節目咧就圓滿結束啦嚇。咁啊，多謝所有嘅評委，多謝朋友，多謝金皇大酒樓，亦都繼續係多謝十幾位嘅參賽者今日表演精彩嘅表演嚇。多謝曬。鳴謝以下贊助：超級贊助布倫二大道四十九街天明橱櫃地板定造公司；翡翠贊助美國味全食品公司。真味食品公司冠军奖布鲁伦八十六街金满园海鲜楼 KTV 场地赞助布鲁伦八十六街金满园海鲜楼 KTV 布鲁伦八十六街杠上花大酒楼布鲁伦八大道六十四街金皇大酒楼华埠东百老汇永泰海鲜酒楼